你一手打我，我一走过去呢条肥咯，你唔知，有啲慢，唔系一定想得嘅，不过人哋识嗰啲嘢，但系咧习惯唔用腰马嗰啲，佢唔用腰马做一借力之外咧，走位咯，你唔好呢只咯。 兩樣一樣，兩樣一樣。頭先係你上去，你隻手起綁手拍我呢隻，呢隻手起綁手。你隻你綁點解我叫你綁手？頂住。 呢啲人唔過緊，即係譬如而家四月，我黐起手嗰時間，一黐你條線，坐喺呢邊啊，用手啊，係啊，頂住我呢個鎖你唔打啊，啊？你啲人逢係出手打人，你仲自己喺唔俾人打咗機會，你仲唔打？ 一隻腳一長，一隻腳一長，一定要起長。如果你喺熟手咧，你成到嘅。我一請你，做到好鬆啊！我哋啊，啲手做到好鬆啊！我哋嗰啲人，其實咧，如果你嘅反應好咧，未必一定鬆。 你最主要你自己反應好，反應慢，但嗰啲係都唔用。用一手，控制住。你一出個拳一即刻做得到，無論燒你好，綁你好，你特手燒你好，個綁手燒你好，怕咩用？即係好用咩？你就係一喐，我即刻喺度可以去到嘅命。但係如果你一啲谷不力嘅時間鬆咗時間，你鬆嗰條線。 你反應咪慢咗，啱唔到嘅。你控制佢，你控制我。如果約咗出嚟，撳埋呢只咧，立埋呢只打你，即係好似啊第三次裝嗰下嗰兩下手。 啊！呢手啦，呢只手打開啲，咁咧請你飲。